欢迎大家收睇呢一场波啊！而家离开波咧，仲有些少时间，咁啊，将视线望落球场度啦，见到啊进行紧开波前嘅仪式，球员握手咁啦。今晚嘅天气咧真系 perfect 啊，万里无云。喺球场照明系统之下，哇，睇落咧成个球场啊，观众席感真系好靓。喺咁样嘅球场比赛，气氛啊唔同晒噶。球正吹鸡，开波！亚特兰大去拖连奴，一个长传啊上前场，斯华呢脚直线一下趟穿晒。踢走呢个波，大卫斯华亚特兰大又攞到角球，啊个波啊带得唔错喎，跟住落嚟又点咧？个波传向左翼，好得唔得先？入波啊！个角度一流啊，龙门连波皮都揩唔到。哇！呢球啊，如果你俾两个龙门啊，都未必能够救得到啊，何况得一个？领先1-0啊！想入波，揾佢咪得咯，踢埋上去，试下压埋去啦，起跳啦，哦，入波啦！呢一球波啊，直头易如反掌啦，喺正个龙门前面吓入紧，系个走位真系走得几靓啊，令到队友咧好易可以俾到波佢，亦都好易揾到空间去射波啦。呢场波的形势真系不停咁变紧啊！对手领先一球之后就好似散晒咁，仲帮佢哋一个忙添。到底边个会攞到呢个波呢？罗马里奥呢球波挡得好啊！危机暂时就叫做解除咗。守门员大脚斩出去，俾个脚唔够靓啊，嘥咗个机会啦。
朗拿迪奴腳法好好、啊、朗拿度一個靚波，球證就吹雞越咗位啦。佢雖然越咗位，不過李華度差啲有突破對手嘅越位陷阱啦。佢 keep 住咁樣做咧，遲早有機會入波。守門員大腳斬出去，朗拿甸奴走位接應啊！浪高個波，解圍踢翻出嚟。好嘢喎！一失咗啊，即刻攞得翻喎。个波而家朗拿甸奴。上半场就系以呢一个进攻结束，拖连奴有一个好好嘅机会，可惜系连嗰脚搞唔掂啊。拖连奴翻入去更衣室啦。嗱，上半场两队啊各入一球，要估谁胜谁负唔容易。下半场啱啱开始啊。我想他拖得太慢了，搞到对手都压晒埋嚟。如果他早返少少俾队友呢，就有机会。球证吹鸡犯规啊。是啦，真是黄牌啊。朗拿度传去侧翼。朗拿甸奴罗宾奴李华道好，现在一个埋门那一下了，搞定，哎，拿到领先的一球，朗拿道做得好好啊，好快就飞到他的波道啊。你唔好理，雖然話叫執雞啊，但係佢都係入波啊，龍門都有好大責任嘅。看到后备席有所动作，怕且都要换人了。贝拿迪斯治入嚟之后应该多啲睇头了，因为他跑得很快嘅。拖连奴入球领先，好似他呢啲咁出色的球员啦，无论在哪支球队都好像漆黑中的萤火虫一样，入波梗系靠他啦。呢球波过唔到去啦，朗拿度、李华道。突破了，李华道射了，入了，入了，领先着两球都怕且安全了吧，就连对面的 fans 都拍晒手，只要是懂看球的人都知道这一球是好球了。长波踢到现在这样真的很肉酸的，莫说踢看那些都不开心了，是不是？拖连奴领先两球，看来赢面都挺大波，可以 feel 到他们没有压力的了，想赢几多都可以。个波现在在罗马尼掂不掂呢？嗱，俾你攻多次。嗱，防守球员有机会解围了，直接长传，个波会去哪呢？亚特兰大拉翻个波再嚟多次，斯沙拉尔。咦，控得几靓喎！射佢入咗网啊！未到完场都唔知结果系点噶，比数仲会唔会变呢？个角度刁转成咁，边有可能救到啫？系有时真系唔使谂咁多嘅，好似呢个波有机会咪射门咯，龙门边度救到啫？
相信大家都估到噶啦，系时候换人噶啦。嗱，要赞咧，佢意志力应该几好嘅，不过咧有心无力啦。够。比赛结束，拖连奴赢一球啊，咁啊和波啊可能合理啲嘅，不过赢几多球都系赢啫。Kimin， 俾翻两句评语啊！我谂除咗我之外咧，之前好多人都会怀疑，究竟佢哋作客可唔可以打得咁好啦？结果发现我哋啲怀疑都系多余嘅。作客佢哋打得咁有自信啊，好抵赞啊！时间差唔多啦，多谢晒 Kimin 今日嚟陪我哋睇波啊！今日好开心啊！